六名选手带到场内来。那我们要邀请我们健美委员会的大家长柯秋南主委与市议会议员黄秋德议员的办公室主任蔡明洲主任来帮我们共同颁发奖状与奖牌。来，请蔡主任。是不是我们来，我们来公告啊，公布我们前六名，第六名是64号谢文堂选手，代表俊美中心健身中心。第五名58号郑之汉选手，也代表健美俊美俊健身中心啊。第四名63号钱仁瑜选手，金门健美 B 队。第三名59号邱仁正选手，代表台湾大学。第二名选手是60号陈燕志选手，冠军是61号林冠瑜选手，恭喜这位选手，请主委来帮我们颁发奖状。第五名选手，第四名在对，对。第四名选手钱仁瑜选手，第三名邱仁正选手，第二名陈燕志选手，冠军是我们林冠瑜选手，来恭喜，请我们蔡主任帮我们颁发前三名的奖牌。第三名是59号，第二名60号，我们的冠军选手是61号林冠瑜选手，恭喜，请两位颁奖啊，我们主委跟主任啊，来共同跟我们六位选手一起来合影留念，来，请是不是来举手，手举着手，挥着手，一起来合影留念。好，谢谢各位啊，谢谢我们主委与蔡主任，六位选手可以到台后休息，恭喜六位。接下来进行80公斤级以下。